嘿呀，大家好呀，老师，那不知道我们接下去我们的 Kindle，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走吧。然后我们目前是对，我们先把这边的树给砍掉，对，然后就让一些草可以就是过来一点。然后那条路你给我回去，过去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我们需要更多狗狗，拜托你。OK， 好 ，nice。这样子应该 OK 的吧？过去，我不管你，就过去。有，好，那我们先把这边的狗狗全部给收起来，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走吧，那我们先去，我看一下，那我们这边就是插播那个草丛，应该是可以过去的吧？应该就没有问题了，应该啊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农田，这样子应该 OK 吧，应该。那我们走吧，先回家，这边已经处理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，走吧。好，那我记得这边可以招人，你给我过来啊，对啊，好，可以了，走吧。那我们现在请多几个那个弓箭手出来，这样这里来，同学们快来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再等吧。对，我们先等，夜晚过去，然后存到一些钱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把各船给弄起来吧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随时准备出发，这样。然后我们先等晚上先过去吧，现在晚上了，所以等一等之后，我们再去处理其他事情，这样。呀，为什么？那背景音乐应该没事吧？没事啊 ，OK 的，对不对？那我走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去右边，我相信应该是没事的，对，是普通月亮，普通月亮的话就代表说是没事的 ，OK 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难民，我们家吃点回来的时候就顺便弄好了。为什么我的那个农夫又跑回去了？等一下，难道他刚才没走到？我觉得他刚应该是没走过来，然后走了一半，然后就跑回去了。可恶！等一下又看他跑来又跑去了。好，我们先这边收一点钱，然后走吧，先到外面去。有啦，有兔子了，兔子都生出来了。然后这边可能还可以再多一个，有没有？那就有更多兔兔这样。然后先过来啊，马上又要叫了，等一下，我们先过来，然后我看看。我先把一条路赶回去好了，走吧。好，然后这边放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这样应该没问题，应该啊。那我先把那条路赶回家，快走过去。啊，差一点点，不要这样，走，回去。OK，nice。快射掉它 ，nice。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了，走吧，我们先回家，自己处理完毕了，算是吧。好，那我们迟点再回来，我们先回去。嗨，我又回来了，然后这里，放一个好了，应该没问题。那我们先走吧，再请多几个弓箭手这样。我弓箭满的说，那迟点吧，这里，给我你的口口。来，我送你走。话说下雨了呢，我有点害怕的时候，我还是先把这边给建起来好了。好，然后这里也搭起来好了。虽然说那个有好有坏啊，我还是觉得说还是挺需要的。好，那我先把这边给建起来，应该没问题，应该啊，应该，也许，或许，可能，呵呵。好啦，我先把这边。给建起来，然后再打算，对，然后再打算，可以吗 ？OK 吗？应该没问题吧？话说我工程师是不是少掉几个啊？感觉好像就一个人在做工哎、欸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其他的工程师呢？等一下，不要这样哦，让他两个人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两个人应该不够吧？等一下有一个人要修墙，那我觉得。我觉得我们再去请多几个来好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走吧，试试看 ，Let's go。
那我们这边就是用跑的过去，走吧。我哪？他应该会去哪吧？有好去哪？那就不用理了，走吧。先过来。我先把这条路赶过去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哦，还要往回走了，那算了。等，我把墙进起来是对的。红月，不对，雪月来了，各位观众，雪月来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去左边了？是不是？我先把剑全部拿起来，走吧。该去左边了 ，Let's go。好，希望说今天一样是可以平安无事的过去，希望自己放着一个吧。好，走吧。我来了，雪夜是你，没问题吧，老兄们？啊是，我觉得那个商人真的蛮好的呢，他身上明明就一大堆货，一大堆的钱，然后那个怪兽不去打他，然后只会攻我们，什么鬼东西？为什么 ？Why？ 这样很偏心哎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吧，等这个雪夜过了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出去建船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下一集应该就可以离开这里了，应该也许或许可能，好，不要跟我说是从右边来哦，我们一定会爆炸哦。从右边来的话，那我们这场就输了，就那么简单。对，就那么简单。已经过一半了呢。哦，来了。我还想说，已经过一半了，你们还不来，那就事情就很奇怪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先等他们打完吧。还好啦，现在算是比较少。所以没问题的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进船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没有了吧？没有了吧？好，进船吧。我们要开始把这边给……哦，它长草了哎，终于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要开始进船了。我先过来把这一个给拿掉，给我你身上的狗狗，谢谢，爱你，有你真好。过来吧，老兄。我把你送回家，然后我要继续进船了。快过来！你这慢吞吞的家伙，快点！我们没时间了，懂吗？时间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。好，去吧。那我们这边再继续建。走吧。哦，可以啦，没有问题啦。我们这边再进上去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等我先过去右边，我们先过去右边，然后再收一点口口回来，这样走吧。我需要更多口口，更多的口口，真要更多的口口。嗨，你终于要过去了，你这个小渣渣，不能这样讲，他是帮我们赚钱的一个人物，应该要说你为什么要现在过来？为什么你要一个一个过来？你可以一群一群的过来。好，我先过来这边收点钱，不然的话我们没有钱可以再继续弄我们的那个什么，弄我们的船只，就这样子吗？好少哦，不是我要说，真的好少哦。你两个过来吧，好，然后一样的就是这样子，好，走吧。五个应该没问题，应该快射他，起啦。好，然后这边应该说完了吧，没有口口了吧，没有口口了，那我们走咯。好，这边再说一下，还有这里。好，那我们要回去了， Let's go。 咦，我们回来了，然后这边两个再说一下，拿去 ，OK， 好，然后我们再拿多几个弓箭出来。为什么这边有口口？等一下 ，OK， 好，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了。那我们先等早上吧。下次去外面种的话有点太危险了，所以迟点，等一下，没问题的 ，OK 的，要相信自己，信几点。好，然后这边还有口口，对不对？你们身上口口，快给我，快点，没有吗？有哎，长草了哎。
它还是要把这一个船建起来才可以长草，而不是像你们说的，就是这边没有草原，所以它不会长草，而是那个船只让它不能长草。好，那我们先等一下吧，这边就希望说，就是早上之后我们可以快点把我们那个船给做好，然后可以的话就先把它推到右边，然后我们下一集就可以离开了。这样，好，我们先等一下过去吧。啊，希望是有那么顺利啦，希望。好，那我们先等晚上过去之后再说。好，过一天了，走吧。我们又要继续了啦，对 ，Let's go。丢完吧，管他的。好，你们不要打狗狗，有身上狗狗就给我，谢谢。地方娜娜需要更多狗狗，不要这样。哦哟，谢谢。然后这里继续吧，够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好，我要先停下了，我要先把那个女子给送回家。对，就是你啊，对啊，你 OK 好。那我们再去右边收点钱，然后我们之后再来左边，然后把那个船可以的话就建好吧，可以的话啦 ，if。好，我们先走吧。哦，又搞东西啦。然后这边这个难民再请回去吧，没差。然后我们再走过去 ，Let's go。希望可以啦，希望。嗨，又回来了，有可可吗？有，谢啦，有你们真好。你呢？有可可吗？有，哦，有哎、欸，有，都有。这里呢？嗨，有可可吗？我需要更多可可，拜托。有，这里呢？有吗？没有，真假的？有吗？有。OK， 好，那我先过来。这里啊，又完了，真假的？那一样就这样子。OK， 好，走吧，五个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。那我们先回家喽 ，Let's go。还有可可，还有吗？还有这里，我知道你们身上有可可。好，给我，快给我。还有可可吗？我觉得我可以待在这里待很久呢。好，那有两个要差不多好的，我们等一下好了，应该吧，看上去是应该是差不多好的，差不多收割了吧，应该希望他们可以在那个天夜之前，然后把那个东西给收割上来，那我就可以拿狗狗，那我就可以先去左边了，快点好不好？有吗？有啦，你看我都说嘛，差不多了，那个也差不多了，就最左边那一个，你要收割了没啊？好，有，谢了，有你真好，拜拜啊！掉下去了，算了。好，我们先回家。这边还有难民吗？有，你过来吧。OK， 这样就行了。我们先回去吧 ，Let's go。然后我们一样的再请多几个弓箭手，弓箭手能多少就多少了。现在三个应该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先过来。然后等晚上过去吧。哦，好多哦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感觉左边会比较多啊？是我错觉吗？等一下，好，我先等太阳、月亮过去先再说。月亮，我觉得我们弓手还是要再买这几个好了，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，应该啊，因为我们那一边还有五个难民会过来，对吧？所以我们需要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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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弓手，这样应该没问题啦。请不要理，我会记得月亮过去之后，我们又要送他们出去那个造船的这样。然后已经差不多了吧。好，我们就等着下子吧。天啊 ，Kingdom 这种游戏啊，真是有时候会玩也玩不腻，但是。感觉到后面难度就是蛮高的，我很怕我一直卡关的时候，我真的挺怕我一直卡关的时候，人家观众就觉得好无聊了啊！收起来了，算了，我跟你说吧，那我们先过来，继续把那个船只给盖好，好 ，Let's go， 我们又要继续盖了，
等一下，我们才盖好那个骨头而已，我们还要盖很多很多很多呢。没关系，盖吧，还是要盖，不管怎样还是要盖。好，这样 OK 吗？应该没问题吧。还有，我还有 Coco 玩 Coco， 快盖快盖，这样够吗？好，我们先过来啊，不要拉走了，可恶！我还想说我可以过来拿一个 Coco， 然后给那个驴子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。哦哟哎，拿去。好，然后我们的船只已经是差不多了啦，差不多了啦，再多一天，再给我多一天就 OK 了，再给我多一天就 OK 了。那我们走吧，先去一样的，先去右边吧。然后手里口口回来这样，然后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往右边出发。哎呀，你还给我钱哦？等一下，给你一个，你还我三个，真假的？那我再给你一个，看我多好。然后你再给我三个哦，我们就这样子一直交换着哦。好，我们先过来，走吧。咦，这弓箭手一直跑来跑去，选手我不知道我们在跑什么。为什么你身上那么多口口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你身上那么多口口？好，那我们先过来，露露，往后面走，往后面走，往前面走的话你还是要死，往后面走的话你还是要死，所以不管你往哪里走的话都还是一样。这边收点钱吧，就用这个应该差不多的吧，应该，所以你 OK 了没啊？我要收割了，拜托。好，然后这边再收收一下，走吧。我钱包买了，我不想再装钱了，我们先回去。Let's go。都晚上了呢，等一下，差不多了。来得及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冒险等明天了。所以我们这边就等吧，还是说我先去弄多一两个，应该没问题，应该啦，两个应该没问题，去吧孩子们，拜托了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没关系，我在旁边护着你们好不好？护着你们，你们快一点好不好？我们没时间了好不好 ？OK 的 ，OK 的，有来有来，可以的可以的，走吧。那我们先等今天晚上先过去。然后之后又要继续把那个船给建好，那我们就等一下吧。好，过一天了 ，Let's go， 我们先把那个船给建好吧。对，差不多了吧，应该 OK 了吧，拜托，我已经放很多了，好不好？我都快变成穷光蛋了。可以了，有了 ，OK 了，走吧。那我们先去，我想想。我们先把这一个给送回家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这一个，我需要这一个，然后我们也需要这一个。真的给他一个果果，还会花我三个果果，哎，感觉挺不错的啊。那我们现在过来这里，请娜美回家。好，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然后我们再过去 ，Let's go， 嗨。嗨，各位老兄，嗨，那我们先过来，哪里有狗狗 ？OK， 好，这里，然后我们再请全部难民回家吧，过去，然后钱就大概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吧，应该没问题 ，OK， 好，走吧。这样子的话，应该至少都有四个难民会跟过来吧，所以右边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然后我们又要回去，然后买一些工具，买一点工具给他们了，走吧。好，谢了，拜拜。我们又要去左边了。天啊，太阳已经在慢慢下山了，我们要快一点好了。走吧，好，回来了。那我们先，我看一看盾兵有没有，盾兵还没有人拿，那我们就先不要放一些东西吧，不然的话等一下不拿个盾的话，我会很糟糕。然后顺便把驴子给送回家，那我们再去外面啊！你不要再傲娇了，拜托，已经够没时间了，你还傲娇。那我们先把这一边给丢下去。OK， 好，
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了，应该。然后我们一样的就是存点钱，够满了吧？够满了吧？好，然后让我们推过去吧，加油！我只能在后面默默支持你们，好不好？你们就快推吧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然后晚上了，天啊，推快点好不好？推快一点，推快一点，真的推快一点，推快一点，推快一点。我不想有事情啊，等一下，有事情的话就爆炸啦，所以推快一点。孩子们，孩子们快点，孩子们，我相信你们可以的，所以推快一点吧，拜托。好慢哦，漂浮类型的一个船这样。漂浮类型吗？船好像都是漂浮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先等今晚上过去，然后今天时光也就是差不多就到此，对啦。今天的怪物呢 ？Hello， 快出来好不好？真的快出来好不好？很晚了，很晚了，太阳都已经要出来了，很晚了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Hello， 打不出来了怎么办？那哦，有了，来了。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啊，应该。哦，这一排打过去感觉超爽的。为什么要说？再来一点。前面啊，不是说中间啊，中间没人啊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时光就是到此了，没错啊。然后如果喜欢漂亮干更新，随时随手找我的更新影片。那我们今天时间到此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所以就，加啦加。